如啊，如怎么又是你？好，我们接听，我们这是啊，如你好，如喂，喂喂，唐三，啊，干嘛？唐三，可以问你问题吗？好，拜拜，还想再挂我？来啊，耶，啊，爽猪快！又来了。喂，唐如又三，有什么事？哎，唐三，我要问你问题，你不要再挂我电话了。啊，你问我想问你，酒桶怎么玩才能跟你一样神，这么神戳？啊，这个哪来的神戳？我的酒桶对面都会怕，哪有神戳？你在那你笑为什什么？么酒桶的胜率这么低？哎呀，57%可以了啦。这个其实你打了五六百场，57%算不错啦。那你为什么一直接女生电话？是不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跟女生讲过？如，你不要再抠了啦！这个好，我们再接一下如，看他有什么屁话。最后一次，你一直抠是什么意思啦？哦，通山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要一直挂我电话？啊，没有挂啊！可是你都不等我说完，你就挂我电话了。哎呀，这个可我是很我真忙的很呐。喜欢你耶，对，我要是不在乎你的话，我怎么会接你五而六次且电童话？神，对不你对？的吸血鬼好猛哦！不好意思啦，压一个星级的萌也是童正神，常你的。吸血鬼，你以后可不可以多玩吸血鬼？这个当然不是问题啊，我鬼神呢、欸。那是不是之前不玩是因为你长得不像吸血鬼？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不跟这个白痴多说话了，阿挂如掉。又来了，这个亮得很厉害，还有什么屁话要讲？喂，如，喂，唐三，干嘛？你为什么不带进化？感觉对面 CC 没有很多啊，可是你带光盾也没用哎，我没不用就到有用，啊，你没。有，好那啦。你现在是钻你石还是金你你你，银？我现在输到很不爽，所以我要挂你电话，爽！啊挂，奶奶听他屁话，这个屁话一大堆。啊无聊了，再来听你屁话，我们接听如的电话。啊，你可以跟我约会吗？啊？你可以跟我约会吗？这个我要再看看啊。可是我比较爱吉祥哎，他比较好笑，拜拜。